跳得非常美，那么一个小的范围里面，各方面就是能把控的那么好，基本上最近感觉那个腿在你的眼前飞过去，但是特别准，那个还是蛮惊叹的。觉得他们非常专业，以我的眼光哈，已经看到就是达到非常国际化的那种水准，还是蛮震撼的。跟那个老板谈了半天，其实他对他的地方还是一直保留着那个当年的那种情节，对这个 Tango 真的是。一直是非常情有独钟的那种，包括厨师本身，就是专心做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挺重要的。除了让客人满意之外，我觉得能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，这是我其实最开心的时候。